现在也是还蛮夯女团的嘛，所以其实 FIR 接着下来会不会有打算，就是要尝试多一点，就是这种女团曲风的歌曲呢？如果大家喜欢，不排斥哦，不排斥哦，因为我很能写啊，我老师也可以来一场。线上的音乐不累的访问 ，Hello， 我是 Joy。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，我们有重量级的嘉宾哦，他们是 FIR， 这一次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专辑，欢迎 FI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IR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莉莉亚韩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IR 的团长建立老师。哎，很开心，终于见到你们了。其实我有一份小小的礼物想要送给你们哦。Hello， 是一颗钻石。对，这次你们的专辑呢，就是《钻石之心》嘛，就希望你们的这一张专辑会大卖，送给你们。谢谢。请问谁的脾气最大呢？没有啊，不可以这样看来的话，只有阿庆老师跟Lydia 的这个默契比较好哦。请问韩瑞心目中的男神是谁呢？哈，没听懂。这题不错，给你们一分。那接着下来，请唱出这个歌曲当中有“锦”字的歌词。锦呢？爱上锦绣梦，这么久。这一题终于得分了，请唱出 FIR 含有英文歌词的歌曲。哦，听起来很不和谐，就代表说失败。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访问的环节了，要好好的来聊一聊你们这一次的这张专辑。那暌违两年再一次发行这张专辑嘛，可是就遇到了全球的这个疫情啊，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前面会有点痛苦，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线上，然后等，你可能晚上出来，他可能在睡觉，你要等到第二天。那最后你们是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呢？所以大家在去年年中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们必须到北京去隔离，我们三个必须在一起。”那我们就隔离了20天，那终于到北京会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整个半年都在北京，反正就是录音啊、吃饭、睡觉、录音、吃饭、睡觉，然后呢就专心录音室里面把这张专辑做出来。那我觉得也很好，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太能做别的事情。反而我觉得在这张专辑有更多凝聚力。那其实我也知道，就是除了你们的这个专辑录制之外呢，像是你们的这个 MV 其实也是分开录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建宁老师还有阿庆老师就在台南那里，然后呢就是 Lydia 自己一个人就在北京那里。所以想要来问一下 Lydia， 其实当时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，第一次就是跟老师们分开，那个感觉如何呢？第一次就是老师们都不在身边。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会紧张，因为也确实是第一次自己来拍 MV， 但是看，因为是老师他们先拍的嘛，然后就有一些片段给我看，我是觉得哇，老师们他们拍的这么好，我也不能输。我要努力，对，激起了我的斗志。然后在拍摄途中，老师还有给我一些他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有发视频给我说，可以把一些手势加到 MV 里面。我也是信心倍增的感觉。听了整张专辑的这个歌曲，每一首歌感觉就好像这张专辑的名称就是钻石之心一样，都是经过精细的打磨而成的。所以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当初你们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就会用各种不同的歌去做切割，去做切入。比方说第一波钻石锦绣梦，我们是觉得说每一个人在你艰困的时候你要有梦，像锦绣般的梦，那像我们的钻石金，那是比较 hard rock， 比较坚硬的部分。那最近，最近刚上线一个歌叫《爱在蔓延时》，大家可以看那个 MV， 它是象征永恒的爱。我们希望说，真正的爱，它可能不是非常的那种惊心动魄，或者是爱的死去活来，但是它是隽永，它是隽永，它是很久的。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形容。
所谓的真实我们的爱。所以我觉得在这歌当中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很多的巧思在里面。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就是特别不一样，让我眼前为之一亮，就是那种可爱风的《恋恋》这首歌。那说到这首歌呢，就有特别邀请到了 SNH 48 Seven Senses 来助阵，而且 Lydia 呢也尝试了这个就是女团的这个舞蹈。不知道 Lydia 可不可以在现场小小的示范一些动作呢？有，没问题啊。现在也是还蛮夯女团的嘛，所以其实 FIR 接着下来会不会有打算，就是要尝试多一点，就是这种女团曲风的歌曲呢？如果大家喜欢，不排斥哦，对不对？不排斥哦，因为我能写啊，我跟老师也可以来一下。在你们的专辑就是在发布的当天呢， FIR 就在北京那里举办了这个音乐会嘛，然后建宁老师的多年好友就是 Beyond 的这位鼓手就是叶世荣老师也亲自到现场那里支持，而且呢他对于 Lydia 的唱功是赞赏有加的。那 Lydia 其实对于 Beyond 的歌曲会熟悉吗？我小时候也有在听，是跟着我舅舅听的，他超级超级喜欢 Beyond， 然后我就跟他听了多这样的歌，但是就是很难学，因为我觉得粤语真的好难哦。接着下来 FIR 会不会有机会跟这个世荣老师合作呢？有啊，我们已经约好了，对，我们约好了。对，因为其实他很喜欢我们音乐，我们也很喜欢一样的音乐，所以其实我们在某个程度非常非常在精神上面是非常的不同的，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棒。那我们就期待就是 Beyond 的这个世荣老师还有 FIR 的这个合作咯。好的，那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 FIR， 就会为我们带来这首新歌《锦绣梦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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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秋风似水可匆匆，一缕清愁一点朦胧，我捡起一片烟迷蒙，细数夏和冬，你眼神闪烁于其中，千年一宿白发青葱，他嫣然伫立大雨中，盼青山西楼，看清八面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远勾勒那轮廓，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人生如风，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，爱像锦绣梦，莫笑我滚滚红尘之中，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，情话还藏在心中。接着下来还会有这一首就是非常浪漫的情歌《爱在蔓延时》，我们有请 FIR。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，编织那个梦。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，交换不寂寞。对的人。遇见就能懂，不只是传说，一颗怦然心动，一生天长地久，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，紧握着双手，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，交换不寂寞，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，你是我的宇宙，爱你无怨无忧。
却守候。